你見到其實咧啲商品價格升，咁商品價格升咧，大家個心咧就有一節涼一涼啦。喂，即係啲商品價格咁升法，咁調翻轉頭，你個通脹落唔落到啊？其實嚇，咁有個咁嘅問號喺樹咁樣。咁的而且確，如果你睇翻美國咁為例啦，美國個 gasoline price 即係佢哋叫 gasoline 啊，其實唔係叫 petrol 啊，其實嚇。咁啊 ，gasoline price 個電油價格咧，其實如果通常升上$4樓上咧，大家擔心嗰個嘅氣氛會高好多嘅。而的而且確就本身嚟講，個電油價格如果向上嘅話咧，個 CPI 又向上嘅，其實嚇。咁所以比較嚟講咧，就即係雖然其實有啲叫 exclude 咗呢個講緊係即係能源同埋食品啦，價格啦，其實嗰啲嘅 core 嘅 CPI 啦，但係調翻轉頭，佢都係因為你都要運輸噶嘛，你都要其他嘢噶嘛，所以邊嚟講咧？這個其實市場方面嚟講會有一個咁樣嘅問號喺度嘅。講緊佢今日懟過落去7.46嘅，咁依家又叫做跌少咗好多，咁啊講緊就喺呢個嘅8.5。我覺得其實你買少少都唔介意嘅，其實因為點解咧？中國內地同中東，尤其是伊斯蘭嗰邊嘅關係係真係比較好啲嘅嚇。講緊就你見到。雖然有酋長嚟香港兜個圈，又話唱歌，又話成咁樣，咁啊，最後結果嚇都即係 hold 住咗個 project 喺度。但係講緊係你見依家嗱，因為我之前即係啱啱3月頭嘅時候去完杜拜啦，咁啊講緊就本身的而且確見到中國內地啲企業嘅身影係好多嘅，同埋佢哋咧係傾向於學習中國內地嗰套，其實唔係學美國嗰套咁樣嘅，其實嚇。咁啊講緊就基建所有嘢都係，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就我會覺得就本身啲轉井啊嗰啲咁樣咧，咁其實會唔會搞佢咧？我覺得搞佢嘅機會都係比較細啲，其實嚇，所以變咗嚟講，我對佢嘅擔憂唔係特別太大咁樣。咁不過講緊就你穩陣嘅話，咁啊即係少少小注怡情咯嚇，買少少都 OK 嘅。其實因為今日突然間掟得比較急啲咯，之前都去到即係講緊成即係差唔多$10啦，其實嚇，咁啊講緊掟落嚟咁樣，咁依家都變咗等於好似接近8折咁樣。咁你咁樣買嘅話，我諗做翻止蝕啦，其實嚇，都係嗰句嚇，買少少。如果指蝕位置方面，用翻今日個低位嚇，今日呢單消息，因為我諗大家未消化到，跟住嗰陣跌少咗咁多咧，你今日個低位方面我嚟做指蝕咧就足夠嘅啦，其實。咁但係上望空間方面嚟講咧，咁啊，如果係我會睇嘅話咧，咁啊博佢咩咧？博佢試翻高位嘅啦，其實嚇，博佢試翻起碼9.5樓上咁樣。咁又係咯，又一句啦，咁啊差唔多賺蝕差唔多嘅比例啦，其實嚇，咁啊可以試下嘅，其實嚇，因為蝕嘅話。暫時係咁計數，就應該7毫子到賺嘅話，賺個幾咁，我覺得都有得搏下嘅。Internet 專業版 HV2 股票報價系統，幫你洞悉大局，捕捉投資先機，即刻申請啦！